我现在心情非常的兴奋，为什么呢？刚才苦苦的哀请了我们的谭美兰老师为我们献唱一首时代曲，她最后都答应了，请欣赏谭美兰老师为大家献唱的神秘女郎，有请谭美兰老师。改改口味，真的最近筹备这些音乐会呢，在座的很多音乐朋友都知道很辛苦的，所以大家听见啊，假如听不下去你们多多原谅。 OK， 谢谢。谢谢。